尊敬的师父上人，惭愧弟子梅朵，学佛之后得到老师的照顾，特别指示弟子可以把世间事用佛法写出来，弟子很感恩老师。弟子今天恭敬报告的题目是：敬是中华文化本，尊师重道是培养人才的根本。中华传统历史悠久，至今生生不息，一定有其历史原因。明乎此，对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将大有助益。当今社会面临教育危机，人才一代不如一代，甚至一届不如一届。相反，传统中国社会不仅带出人才，更是后生可畏。培养人才的根本是什么？传统社会是如何培养人才的？甲，恭敬传统文化。清朝本为边境外族，族人多不识汉文，忽然之间十多万兵马入关，竟从此入主中原，国人愕然。旋即开辟150多年的盛世，领导世界1/4的疆土。此时国人已不分满汉，各自安居乐业矣。故知清朝培养人才之方，人人皆可参考。轻重国师，非常注重尊师重道。开国期间，努尔哈赤虽然早亡，但他却给国家找到良师范文成公。范文成是宋朝名相范仲淹的18世孙，曾祖父又是明朝的名臣，足见圣贤教育令家道超越朝代的更迭而持久昌盛。清太祖曾对诸位皇子说，名臣之后务必恭敬对待。图一，藏于故宫博物院内的大清国史功臣范文成的列传手稿。从此，范文成成为了清朝的国师，得到年幼的顺治皇帝和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恭敬，进而好汉文，慕华志，行孝敬，并于1656年写就一部《资政要览》。皇帝才18岁。顺治皇帝在序言中说，凡古人加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识于今者也。有着汉人血统的唐太宗即位后做群书治要，尚出自臣子之手，满族的顺治皇帝却亲自录成要览，其真诚恭敬由此可见。印光大师说，学习圣贤教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太后与皇帝十分诚敬，得到的是一国的太平。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亡国便亡于慈禧太后不能恭敬传统文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故，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关系到一个家族数百年来后世子孙的命运，人才的培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能不重视吗？此外，从清史中亦可看出，能够尊师重道的谦敬之德，乃一国兴亡之所系，为学成败之分也，君子立德之基础，念佛往生之前提。今天的念佛人，一日不能拿到往生把握，一日必修谦敬以增善根积福德，否则必至身坏命终而万劫不复。只要生一念恭敬，学习祖宗教诲，勉励行之，
必得祖宗护念而一发千功，以此心念佛，必因西方日进而法喜日增。乙，讲学和教育皇子。在教育制度化方面，清代宫廷重视讲经，国师学者定期于宫中讲儒释道经典，皇帝、嫔妃、内外朝臣皆需听讲。又清朝对于皇子的教育，更是历朝历代中最为严格者。文人常言，本朝家法之严格，前所未有。小皇子从四五岁，虚岁六岁开始，每日入上书房读书。清晨五点，宫里的值班人员还在打瞌睡，上书房的小学生已经捧着白纱灯，在黎明前的清冷和漆黑中，一灯如豆地走进书房，开始读书了。进了书房，皇子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民间私塾无二，皆是先礼拜师父，接着开始一天的定课，不做完不结束。上课的时候，师父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如此反复读诵百遍。康熙皇帝小的时候是120遍，然后再与前几天所学合起来再读百遍，周而复始，不间断，以帮助孩子收摄身心，不打妄想，修戒修定。每个皇子学习的进度也是依其接受能力而定。和一些文人家族的私塾一样，上书房的规矩是很严格的，务必尊师重道，整齐严肃，不犯威仪，以培养孩子对人事物的恭敬心。读书时，孩子们都要正襟危坐，夏天也不许摇扇子。午餐时必让老师先用餐，皇子们才在一旁用餐。午餐完毕后还要继续学习，每日上学10小时，直到下午3点放学。晚餐后还要学习骑马射箭。上书房的读书次第是严格依照传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理念，依照三字经教之道贵以专，小学史四书的次第进行的。为了培养其正气，未及成年不许读诵唐诗宋词，这一点比当时清代文人家族的后代还要严格一些。和民间仕宦家族的孩子们一样，小皇子们也有书童伴读，这其实是周代延续下来的培养储君的方法。这些伴读将是未来皇帝身边的臣子，如此从小培养出来的君臣关系，其默契合作也是民选时代难以企及的。上书房还有一个规矩，比民间的私塾严格。学生们没有周末，更没有公众假期、新年长假，只在正月初一、端午节、中秋节、皇上以及自己的生日那天放一天假，全年只有5天假，除夕也要读书。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私塾教学法。皇家的上书房完整地继承了中国传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教学法，丝毫不敢改变。数千年来，从皇族到平民，千千万万中国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无一不是孝亲尊师、长幼有序、整齐严肃的人格培养。
以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习劳感恩、勤俭惜福的智慧教育。教师成为举国上下最受尊敬的人，孩子们对老师又敬又怕，就连皇子也不例外。这正是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的成功之处。国家代有圣贤，家家皆有孝子，文明才能生机勃勃。清代的教育成功地维护了中华文化孝敬的根本，从而令国家实现长久太平。足见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教育是文化之生机。传统社会的学校教育完全落实了《三字经》开篇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原则：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足见圣贤是教出来的，用圣贤经典教授孩子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天资聪慧者可成一代大家，中下根性者也不难成为君子。正可谓有了圣贤君子，社会国家才有了真正的希望。所幸的是，这种传承现在在台湾逐渐得到恢复。台湾有一个实验教育实施条例，任何人皆可申请在家自学教育，可依照父母安排的教育理念排课程。因此，许多家庭开始试用传统教学理念，培养下一代。一些妈妈说，我们费了好多功夫，到处寻寻觅觅，想找一个能够成就孩子的教学模式。原来最好的，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因此，这些家庭一次只学一门科目，先学语文，再学数学，结果发现，学校一个学期才能学完的课程，在家只要两个月就可学完，而且学得很轻松，每天还有很多时间运动，做做家务等等，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大有益处。更重要的是，孩子还有很多时间可用来背诵经书，背诵古文，阅读历史典籍。现在参加实验教育的孩子们也像清朝私塾里的莘莘学子一样，每天一门深入，沉浸在学习的喜悦之中，常有会意，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教育理念为何有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教学理念是有着深刻的科学依据的。量子力学的实验显示，基本粒子排列散乱，互相干扰，会严重降低其能量。但是，如果基本粒子排列高度整齐，彼此完全和谐共鸣，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一束太阳光因为散射而不能穿透一张纸，然而一束高度集中的激光可以穿透一英里厚的钢板。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之所以有效的科学根据。中国的传统教育就如同让一束散射的光，通过培养孝敬二德而令其内心和谐专注，与各种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能和睦共处。孩子们通过上学，举止气定神闲，言语柔和而不背离道德，这样就令这个小光束绽放出比太阳还要光亮几千倍的光芒。
生命从少年时期就能发出高度的能量，灿烂的光热，造福一家，造福社会。纵然孩子资质不高，或者父母是外国人，但是经过教育，皆可在十几岁的时候，其智慧能力足以齐家，足以治国。这才是真正的教育，长善救师，作育英才。反之，现代交叉排课，多种科目同时学习的方式，且缺乏伦理道德因果的教学内容，忘却了读书志在圣贤的宗旨，令学生本身具有的智慧能量被习气所障蔽而发不出来，实在是现代社会教育不断改革，却总也不能提高人才素质之原因所在。丁，正职为教育服务。金銮殿里的金榜题名。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全都是为了教育服务，而不是今天一切为经济发展服务。故宫最宏伟的太和殿是给皇帝殿试选拔人才用的。一旦殿试结束后，皇帝就成为所有参加殿试举子们的老师。那些考中进士者需要向皇上行谢师礼，也就是说，皇帝不仅是臣子们的最高领导，更是他们永远的老师。同时，国家每年定期举办祭祀，也是为了化民成俗，教导人民。祖宗之教导不可或忘，家国之恩不能不报。佛法东传，带给中国戒定慧的教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它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理念实质完全相同。在公元一世纪至四世纪的300年间，彼此交汇融合，终于形成家有家塾、县有县学、国有太学、佛有丛林的多层次教育体系。雅有学校，俗有说书，政治和教育相得益彰，互相融合的情况，令中国2000年来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文明高度发展。更在清代验证了经书所言之大同盛世，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实现。一门深入是持戒，是知止而后有定；常识熏修则是因戒生定，因定开慧。这就是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庸有言，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尊敬的师父上人指导学生学习海贤老和尚光碟1000遍的良苦用心。每个念佛人只要肯重复1000遍的学习，必然能够因为熟忍，熟忍于胸，而将圣教自自然然用在生活上，起心动念皆能有所依止，不敢随便打妄想。果能如此，虽弱必强，虽愚必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因为有老祖宗的爱护，有数千年的实践与经验，理应承担起力挽狂澜的责任，把传统圣贤君子的教育继承下去。在信息社会，运用网络教学、光碟教学发扬光大，必然江山代有人才出，世间有圣贤君子，人间才有太平盛世。
值此伟大而关键的时代，我们当效法古人，以一体的爱心与真实的智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五，媒体为教育服务，说书与唱戏。除了私塾的教育，古代的大众媒体包括说书与唱戏的两种艺术形式，都在民间扮演着传播圣贤教育的角色。唐朝时，敦煌地区的寺庙，因为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而无法学习经教，为此，寺院的教育就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由老僧教知识分子及出家人经教，称讲经，二是由俗家信众将佛经故事演绎出来给普罗大众看，称俗讲。伦理道德的故事、因果报应的故事就是俗讲的主要内容。渐渐的，这个接引大众的俗讲就演变成为戏曲和说书。在清朝，从康熙皇帝开始，用简明扼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圣谕来教化大众。民间每个月初一、十五傍晚，就在县衙边搭一个高台，树上这个刻着皇帝圣谕的木牌子，前面点着炉香，负责宣讲圣谕的人先拜圣谕牌，再给大家宣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的故事，宛若说书。这种定期宣讲圣谕的习俗，对实现康乾盛世功不可没，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图二，清代圣谕牌，上面刻着圣谕的内容。几，教育创造的奇迹，边疆异族实践大同社会。在举国上下施行圣贤教育的清朝，另一个边疆异族在占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上创立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所幸的是，英国政府在1792年，即乾隆57年，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节访华。他们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但是却给后人留下了珍贵而客观的现场记录，证明了传统文化教育早在18世纪末已经造就了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以下是司当东大使在《英史夜见乾隆纪实》中的记录。老年人同青壮年人住在一起，青壮年就算偶尔感情失去控制、暴躁激动的时候，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加以约束和制止。由于长辈不断的尽心教导，由于服从的习惯，以及由于道德观同法律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尊重老者以相言成风，老年人把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传授给后代。很多这种教训写成格言，贴在家族祠堂里，按时由人宣读给大家听。每一个家庭都供着自己的祖先牌位，在谈话的时候要经常援引祖先的家言遗行来教育后代。本族人在一年的固定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扫祭先人坟墓。共同扫墓祭祖可以起到敦睦远房、各支亲族的作用，
使大家不至于因亲属关系疏远而彼此视为路人。除子女有奉养双亲之责任外，兄弟姐妹也应有无相通，患难互助。凡不尽这些责任的人，都为社会舆论所不齿，不需要法律明文来贯彻。即使最远亲属关系一旦陷入困难境地，也有向本族富有人家求助的权利。经常来往和亲密关系自然产生相互帮助，风俗习尚大大超过法律力量。根据以上所描述的一切，我们很容易可以解释为什么使节团入境以来从未遇到一个穷困到沿街乞讨的人。对欧洲人来说，这是很特殊的，这不是靠几个公家慈善机关所能办得到的。波斯国王表示，凡在慈惠院的都应得到救济，但中国的家族互助风气使穷困的人不失体面，立刻得到帮助，公家慈善机关反而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即使是孱弱的小孩和残废的成年人，也多少能搞些收入维持生活。有些室内手工业可以有很好的生产，但并不需要多少气力。这就是18世纪英国皇帝的特使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样的社会正是现在我们所描述的传统文化教育下的美好家园，其中的安定祥和，相信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图三，这是英国派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的两位特使，麦卡尼左和斯当东右，即《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作者。庚，结语：清代开国皇帝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真诚恭敬，提醒我们为学首重诚敬，值此冬至祭祖之际，要对念念爱护后代子孙的老祖宗生出一体的孝心，用至诚恭敬的心落实父子有亲，将本性本善开显出来。有了举国上下对师道的尊崇，修谦敬之德，把智慧之光透出来。通过读书千遍，回归本性本善这个教学目的就能够实现。如此成就了无数圣贤君子，开创了人间的太平盛世。中国传统的教学经验依然值得今人效仿，让政治以圣贤教育为中心，媒体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依归。那么人才辈出的21世纪将要展现给世人的太平盛世，会比英国特使所见到的更加美好，更加庄严。正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带给21世纪人类的真实利益。以上是弟子做的一点粗浅的资料搜集，恭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老师们慈悲教导。惭愧弟子每朵顶礼。这一篇有没有在光碟里头？有。
现在我们担心真正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心浮气躁，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在社会也不知道尊重别人，这样的心态对中国古圣先贤东西根本就不能切入啊！佛法也如是，佛法没有恭敬心，佛来给你讲经你也听不懂，你也学不会啊！所以这个祭祀的用意非常深非常广，希望用祭祀的方法激发大家的孝心敬心。我相信孝心敬心不难恢复，为什么？它是性德，是本性里头本来有的啊！这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孝跟敬是本善，自性里头有，就是没有人激发。现在社会大家都不讲了啊，年轻人疏忽了啊，教学的人也把这问题疏忽啊，关键的问题真正在此地。这一篇资料非常好啊，让大家懂得满清这个小的民族入关的时候不过十几万人，能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满清的版图比我们现在大概还要大三分之一，因为西伯利亚都是中国的啊。我们看看新朝乾隆康熙乾隆的地图跟现在一比，中国领土丧失那么多啊，三分之一了，丧失掉啊，他靠什么？真的尊师重道啊，就是康熙母子扎下这颗根啊，让这个清朝有太平盛世的出现，而且太平盛世时间长，有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啊。康熙60年，雍正15年吧，13年是雍正13年，我记得是啊，乾隆60年，那么嘉庆的前半部还不错，后面后一半呢就滑下坡了啊，前面一半还能维持住，所以清朝的盛世有150年啊，非常难得啊。那么现在有科学技术，有电视，有网络，这些工具太好了，能够有这些好工具，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人才不必多，有那么个50-60个就足够用了啊，展开空中教学，每个人空中教学24小时播放，随时打开电视机能够学到课程啊，搞一个空中学校，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啊。那么我们相信有一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完全改观了啊。早年间我们在汤池做实验，真正是做梦都没想到，我们以为要2-3年才看到效果，没有想到3个月
三个月效果卓著，人都有良心了，都不好意思做坏事啊，证明人性本善，证明人是很好教的，就是没人教他。啊，那么最近我们亲眼看到的啊，国内有真正办搞道德教育的，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能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把一个贪官变成廉洁，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相信，要认真努力。好，我们看下面。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同修大德，大家好。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题目：一切诸善皆悉回向西方，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住行。太上感应篇第24句：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从凡入圣，万善之门，以发菩提心最为第一。菩提心由种子，能生一切诸善法故，亦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亦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亦如圣火，能烧一切诸见心故。涅槃经曰：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如少火能烧一切，故知万善皆从一念号耀而生，全体善心而现，圆满菩提，常乐妙果。这段白话解释，一切万善之门，以发菩提心最为第一，要从凡夫转入圣贤，也是首先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像种子一样，因为它能生出一切诸善法故，菩提心又像良田，它能长众生白净法故。白在佛法上的解释可以说是布施或大布施，也可以解释说清净洁白，净就是清净，所以能长众生清净妙法故，亦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亦如圣火，能烧一切诸见心故。就像火一样，能烧一切诸邪见烦恼。心就是烦恼，烧尽所有各种偏见的缘故。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净土法门也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净土宗第十一祖醒安大师，又称十贤祖师，在《劝发菩提心文》内这样说：常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祖师说，我们修行要入道，就是要明心见性，成就佛道。刚开始要先发心，
这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立愿居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众经尘劫依然还在轮回。如果你不发心，也不立愿，那么经尘点劫还是在轮回。为什么？因为你不发菩提心，所以要出离轮回，最重要是先发菩提心。所以这里讲，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祖师说，忘失菩提心尚且如此，何况未发呢？所以我们想要学如来大乘，必先具发菩萨愿，不可还也。就像墨学在1998年发心开始做助念工作，当时墨学刚学佛，那时候调到台北市警察局的民防管制中心当主任，就决定发愿要去帮人家助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中断。这就是为什么，这叫发心立愿的缘故。还有2009年老法师交代墨学弘扬因果，从那时候开始，墨学就一直在弘扬因果，这也是因为有发心立愿。还有老法师要墨学继续担任定弘法师感应篇汇编的讲座，我也是在正觉精舍大雄宝殿发愿，这都是发心立愿的结果。涅槃经曰，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佛陀说只要修持一种善心，就可以破除百种的邪恶，有如很小的火种，就能烧尽一切东西。由此可知，众善都是从心中升起，乐善的念头升起，就是好药而生，全体的善心就会显现出来。圆满的觉悟能使得藏、乐、我、净、涅槃的四净德能够成就。这段文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发菩提心，另一个就是万善皆从一念好药而生。八万四千法门，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要发菩提心。八万四千法门它其实都是加行，目的在使我们发起菩提心。那菩提心就是大道，菩提大道。譬如说你持戒，持戒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发菩提心，为了要成就佛果。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我们讲说持戒念佛求生西方，那你修善做善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你是要求富贵吗？那你得人天报，还是没有出离在三界内，你福报享尽的话，还是贬堕，或者是因为你行善以后有福报，有福报以后会造业，那造业必定受报。
这个叫佛门三世运，那这也不究竟。所以你修善目的是要做什么？修善的目的就是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忏悔业障？就是要发菩提心。所以包括诵经、持咒、佛门三皈依，这些都是修行的入门。经过这些入门，业障慢慢减轻，就要进一步向上提升，就是要发菩提心，发大乘心，做菩萨，做佛。华严经有这么一段经文：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诸佛菩萨他们的大悲心是以众生为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段经文很重要。诸佛如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以大悲心为体故。我们说直心、身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大悲心是什么？以众生的苦，以众生作为悲体，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以众生作为悲体，因为众生有苦，菩萨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因于众生而起大悲。那么因为大悲生菩提心出来，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因为你这样发菩提心，最后成就佛果。譬如我刚提过，发心立愿帮人助念，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有一次，一个师姐到讲堂来共修地藏经，共修完后，她到后面跟我谈，她说：黄警官，麻烦你来跟我爸爸关怀，我爸爸是警察退休巡佐，现在中风，长期在家里，因为久病，感觉有点自闭症，不敢走出来，你来关怀好不好？那我就问他说，你爸爸有没有皈依？他说没有。我说好，下次如果净空师父有回来，我希望他能来皈依三宝。结果讲完没有多久，他爸爸就往生了。刚好那一天晚上，半夜大概12点多，天气很冷，他打电话到我家来。他说：黄警官，你可不可以来跟我爸爸助念？因为我第二天早上7点要赶到开南大学去演讲因果。我坦白讲，菩萨道上我们不像真正的菩萨，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我们就是会进进退退，中间我们偶尔会退转。所以为什么会有三不退？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位不退就是不会再退到凡夫。那要什么层次你知道吗？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他是位不退，到原教初住位的时候他就念不退的，像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念不退，
就是阿惟越致菩萨，所以我们难免在菩萨道上还是会进进退退，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习气毛病都在，我执法执都在，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时我想说，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开南大学讲演，有没有起烦恼？有。所以我们往往在发心立愿以后去行菩萨道，我们会起烦恼，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还不够清净。那我就说，不行，我明天要去开南大学演讲。他说，你不是答应我要来吗？我稍微顿了一下，我说，好了，我去了。但是那个不是这边讲的一念好药而生，不是好药之心。为什么？因为明天早上7点要演讲，因此起烦恼了吗？因境生心的吗？住相生心的吗？后来我就反省一下，忏悔说，不对呀，这样就是没有发菩提心呀。我说，好，我就去。我就打电话给莲友马居士，我们到住念室去跟他关怀。这叫做什么呢？因于大悲生菩提心，不忍舍弃众生。虽然天气那么寒冷，虽然明天早上7点要演讲，不忍众生受苦，王者现在断气舍报，就好像掉到海里面去一样。我们要去救他，我们发菩提心，就好像游泳教练一样，要去救人，有人要灭顶了，我们跳下去救他，一样道理。还有，我在讲座提过，我在担任组长的时候，被那时候总局一位刘姓的督察长，把我从组长位置硬生生地拉下来。你说，我有没有怨？有。只是自己迷而不觉，那个怨气在阿赖耶识里面放了多久？放了将近16年。我以前有讲过这个故事，一直到2010年，这位刘姓的督察长已经官当很大了，担任台湾警专校长。他的太太得癌症，拖了2年，一直没有办法断气舍报，在台北市的万方医院。那时学佛的朋友叫我过去关怀，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讲说，我不去。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凡夫的习气。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我们会有忏悔心。为什么？因为习气跑出来了。这个长官以前整我的，我师姐在客厅听后，马上跟我讲说，你不是发地藏大愿吗？你怎么可以退失菩提心呢？好像我们一般讲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马上跑到佛堂去跟阿弥陀佛地藏菩萨下跪求忏悔，弟子刚才不应该生这个烦恼心，弟子忏悔。所以老和尚在无量寿经学习班时讲到默学，说黄居士
不断地在学习，不断地在忏悔，不断地在反省，很惭愧。老和尚知道墨学习气重，不断地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时我一向佛菩萨跪下去说，好，我去跟他关怀。那个长官看到我到，他也吓了一跳。经过关怀以后，到晚上八九点，我请一位法师为病人三皈依，我在跟他说法安慰，接着助念，最后跟那位校长交代说，万一你太太今天晚上舍报，我给她一个电话，这个师姐住在医院对面，你就打电话请她来，她会来为你妻子助念。结果她太太经过说法安慰，皈依三宝以后，这个病人拖了两年，就这么不可思议，真的当天凌晨三四点就舍报了。墨学说出此段我助念一位个人冤家眷属的故事，说明虽然我跟刘姓长官怨气放在心中十六年，这是业力，若不是我十二年来发心立愿助念，修福积德资粮，如何跟冤家解冤释结，来世一定冤冤相报。为什么可以消除业力？因为去助念冤家生无明，因大悲而生菩提心，不忍众生苦嘛，因发此菩提心，灭了我业障。虽然我们会起烦恼习气，但是我们菩提心一发起来，习气马上断掉，马上破掉。所以菩提心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亦如圣火，能烧一切诸见心故。所以你一定要发菩提心，你无始劫来的习气毛病才会断掉，你的执着才会破掉，你的分别才会破掉，最后破你的根本无明，你才有办法成就法身，成就佛果。所以为什么发菩提心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故经云，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种田不下种。佛法跟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就是发菩提心。接下来我引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大经解》解释，《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品，所有上中下三辈往生之人，莫不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因。又阿弥陀佛第十九愿曰，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你看，往生极乐世界的先决条件要怎么样？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而且要行六度波罗蜜，坚固不退。那再来，再下来说，
菩提心是成佛之本，净业三福里面讲，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在密宗最重要是发大菩提心。他们的教典菩提心义讲，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但是菩提心难发。黄念祖老居士在《静修解要报恩谈》里面有提到，他说密教的诺那祖师在他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哭了。你看这个很不简单，在肚子里面会哭，我们都出来才哭，他在肚子里面就会哭。有人就问，活佛活佛，你在肚子里面哭什么？他说，我哭众生难度。确实是难度，众生的考验很多，不要说去度外面的众生了，度你家人就觉得非常困难了，对不对？有的儿子学佛，爸爸妈妈就不学佛，怎么讲都听不进去，他说你迷信。那只是度外面的众生，度我们自己的众生呢，我们的毛病习气，一念妄想就是一个众生，所以众生的确是难度。那么舍利佛尊者就可以为我们做证明，舍利佛尊者他要去度众生，那天地就来考他了。天地就化现一个人跟舍利佛尊者讲，我要治我父亲的病，需要眼珠做药引。舍利佛因为已经发心了，就挖右眼给他，等挖了以后，这个人又说了，他说，不对不对，你太急了，我没讲清楚，我是要左眼，你挖右眼有什么用呢？舍利佛心想，救人救到底，就把左眼挖给他。那个人拿了眼睛一闻，他说，你这眼珠好臭，不能入药，就往地上一扔，用脚一踩，把眼睛都踩坏了。舍利佛说，这样度众生不行，不想度了，他退心了。他退心，退了心以后，陈典杰都是声闻，他要到什么时候发大乘心呢？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世的时候，他才发大乘心。你看，肯挖两个眼睛的人已经不简单了，他还会退转。我刚才讲，我们发心，我们会有毛病习气现前，舍利佛都这样，何况是我们凡夫呢？其实能够挖两只眼睛的人，这样都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但是到极乐世界是永远不退的。在我们净土行人，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呢？我们来看印主的开示。念佛人，他真信切愿，求生西方，就是发菩提心。印光大师在写给徐福贤女士书里面，他这样讲，已故修净土人，断断不可求来生 人天福乐，即来生出家为僧等。印主说，你修净土的人，你不能求来生福报，也不要说你来生要做出家人。他说，若有丝毫求来生心，便非真信切愿。如果你还有求来生，他说，这个就不是菩提心。
这就不是真信切愿。我们刚才讲净土行人真信切愿求生西方，就是菩提心。他说，如果你有求来生，就是你还有一个所求，那你就不可能出三界，你不可能往生。所以印主说，这不是真信切愿。他说，便与弥陀誓愿间隔，不能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矣。第二点，印主说，以此不可思议殊胜妙行，静坐人天，有漏福音，而况享福之时，必定必造恶业。他说，如果你求来生要有福报，那有福报你一定要享福，因为享福就一定要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如制毒于土体腑之中，就好像你把有毒的东西放到体腑里面去，便能杀人，不善用心者其过如是，必须彻底斩断此等念头，恕净土权益通身受用矣。你怎么样念佛有办法成就？你怎么样可以在今生舍报往生净土？你就必须要听印主的话，就是要斩断来生的念头，不能有任何所求，全部斩断以后，你才有办法得到净土的权益，通身受用。那这样你念佛功德就会现前，你就可以达到郭罗匠那种功夫，或是修武法师那种功夫就会出来了。如果你还有所求，还要求来生，那轮回有你的份，你可不能得到净土的利益。第三，既有真信切愿，必须至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圣号，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总不离此六字洪名，或者四字佛号也可以，必须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无二，心佛亦如。若能念之在之，念及情妄，心空佛现。各位听这一句话，念及情妄，你念到一个究竟的时候，能所两忘，能所两忘的时候，巧入无声，暗合道妙，这个时候你情执放下来，断掉了，你浑然不觉，但是已经契入了，便能够怎么样？心空佛现，一切都不执着。心空佛现就是任何境界你都不会放在心里，不会执着，心空佛现，你的自性弥陀就现出来了，则于现生之中便能亲证三昧，待至临终生上上品，可谓极修持之能事也矣。他说，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这样才会成就。第四，至于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这里就跟你提到了，刚才我们讲知万善皆从一念号耀而生，全体善心而现，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圆满菩提常乐妙果呢？你要照印主这样说去修行才可以，
否则你会得人天福报，有福报一定造业，那是有漏善。所以印主说，你要在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即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记得诵经也好，拜佛也好，做任何善事，通通回向西方，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住行。你不管修任何行门，放生也好，做善事也好，拜佛也好，诵经也好，通通回向西方。那么一切的行门皆为净土的住行，犹如聚众城而成地，就好像一点一滴的灰尘把它合成为一块地一样，聚众流而成海，一滴水一滴水这样滴，滴到后来成为大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然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所以这里印主又跟你提到要发菩提心。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回向，你要回向给四恩三友法界众生，为他们回向。我们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样则如火加油，就像火上加油，如苗得雨，寄予一切众生生结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乘圣行。若不知此意，则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虽修妙行，感果悲泪矣，那果报就很低的。所以一切善事、拜佛、诵经功德，通通回向西方，那么一切的行门就成为净土的住行了。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至此，祈请师父上人教诲，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黄柏林居士，我们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那我们亲眼看到他，一年比一年进步，啊，有了现在这样的成就。这个成就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啊，认真真正发心求生净土，世出世间一切法唯有这一法叫真实法，啊，其他的都是假法。幸愿持名，为什么？为往生。往生为什么？为成佛。成佛为什么？为度众生。啊，不成佛，度众生难呐！啊，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啊，度自己要彻底、究竟度脱，不能拖泥带水。啊，成佛之后，
等觉以下的，你都有智慧，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啊，如果你是等觉菩萨，你度不了等觉，你只能度十地以下。所以成佛是远远度脱一切众生。这个愿不可思议，这是无上大菩提心。贵在能发啊，贵在有这个缘分。如果你发心，没有外缘帮助你，很容易退失菩提心。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的非常稀有难逢。我常常讲，啊，这完全是真话。我们的人生不容易啊，遇佛法更难了，比得人生还难。佛法里面遇到净土法门，难中之难啊！净土在今天这个时代，怀疑的人多，相信的人少，假修的人多，真修的人少。为什么？极乐世界真有吗？阿弥陀佛真有吗？没有科学的证明，人不相信啊！啊，不相信，为什么还搞这个法门？利用这个法门来搞名闻利养。多数啊，不是真干啊。为什么会有怀疑？古大的所谓的经中没有一部圆满的典籍，啊，在中国无量寿经，从汉到宋800年前，有12次翻译。啊，翻译之甚呢，无过于这部经。可惜的是，这么多年了，失传了7种，只剩下5种。啊，5种的内容里面差别很大啊，肯定不是一个原译本啊，梵文本不是一个。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证明无量寿经是师尊在世常常说的，说过很多次，阿难集结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啊，所以有汇集的必要。宋朝王龙书第一个汇集。啊，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第二次汇集。啊，还有彭继清居士，乾隆时候的人，他用魏本做了一个借本，啊，在文字上修饰了，
便于读诵。啊，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遇到了夏莲居老居士的回集本。啊，这个回集本是在所有汇集经里面最值得赞叹的，因为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可以自己斟酌用什么文字，汇集不可以，每一个字都一定要是原译本里头的字句，不能改动一个字，不能改动一句的意思，这就难了。啊，有许多汇集本确实是有改动，很多啊，也都收在大藏经里面。诸位看看弘林大师的报告，你就清楚了。啊，夏老为避免这个问题，他这个汇集本经过他自己10年的时间，天天在改啊，天天在读啊，看里头有没有不妥当的啊，10年才有定本出来。这是最圆满的本子啊，出现在这个世界。这些年来还有很多人批评，还有很多人反对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莲居得意门生，老师嘱咐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啊，他有智慧，如果他要给他做个注解，用自己意思来写，会引起很重的嫉妒障碍，也不承认他，反对他。啊，他用经论来注，这个高明。啊，注解的不是我的意思，啊，哪一部经哪部论上说的，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都没有争议的，用这个东西来读，无非是让大家生起信心。所以经是汇集的，注也是汇集的，汇集的非常高明。我们遇到了啊，那第三个我们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这个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只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正干，念了92年啊，去年往生啊，去年1月啊，92年一句佛号，靠着他老实听话正干，又有良好的心态，真诚亲近恭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一门就是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太简单了，他没有怀疑。他念到什么境界？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
他念到这个境界。啊，用这个来给我们做证，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他绝对不是欺骗我。啊，来佛三圣，他的妈妈算一个。妈妈虽然在来佛寺没有住过，啊，但是他跟海贤是母子关系，代表在家居士念佛，他86岁自在往生。你看往生前啊，亲自下厨房包饺子，这一天把他的女儿侄女统统都叫来，一家人团圆，吃完之后双腿盘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海庆海贤是出家身份，他的妈妈是在家身份，啊，教我们这一招啊，真管用啊！你看，大乘教里头常常佛常讲，人没有办法避免八苦。交情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啊，他们这三个人八苦里头大概只有一苦生，生的时候苦他们受了，后面这七种啊他们都没有啊，多自在啊，没有苦就是乐啊！年岁大了，老了都是超过80岁，身体跟年轻人一样，没生病啊，跟年轻人一样，头脑清楚，没有劳苦啊！112岁，自己照顾自己啊，没有生病，没有病苦。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而且预知时日，晓得哪一天走啊，几点钟走啊，告诉我们下莲空汇集的本子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说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啊，给我们证明黄念老居士的集注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三，给我们这些人作证，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年依这个本子修行。没错啊，他拿到弘林法师辛辛苦苦编的这本书啊，若要佛法行啊，唯有圣战士啊，拿着这本书啊，这本书弘林法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写成这一本啊，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本学习没有过失啊，这是正确的。
我们对净土信心坚定了，再没有怀疑了，愿心恳切了，我们就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在这个世间活一天随缘一天，跟老和尚一样表法一天啊，做出念佛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这个黄伯林居士，我们相信他这几年他的学习，他的报告啊，这个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友啊，他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忏悔业障，勤修佛慧，都做往生的资粮。好，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还有两分。尊敬的师公上人，师父及诸善知识慈见，惭愧学生专会才学出漏，汇报不如法之处，叩请师公上人、师父及诸善知识慈悲会与批评指正。此次报告的主题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宝典，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师公上人于2014净土大经科注第136集李开示，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老居士没有随便加一个字进去，非常忠于汇集的原则。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的，总共用了193种经论，古来祖师大德的著书经论的部分83种，祖师大德开示著书一共110种，无非都是让后人看到这部注解增长信心，没有疑虑才能得真实利益，这慈悲到极处。还嫌老和尚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人将近20年，我们依这部经本，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决定没有错误。他拿着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这本书照相给我们作证，所以他活这么大年岁，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就这桩事情，为大家证实这三个真实，汇集本真实，注解真实，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真实。因为我们所遇到的空前的一个灾难，许多人毁谤汇集本，说我们修行错了，他老人家给我们证明，证明之后他老人家就走了，第三天就走了，自在往生，没有病苦。他的光碟《永思集》这篇文章，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佛门弟子的好榜样，更是净宗法门的好榜样，跟他学习决定不会有过错。师公上人此段开示苦口婆心，敏寿高龄
不惜精力，一遍又一遍的劝导，生怕同修们受到动摇，老人家慈悲到了极处。下莲公非凡人，师公上人常说，下莲居老居士不是普通人。于网路见到下莲居老居士之生平，介绍详尽，资略述之。下莲居居士生于1884年，本名下济全，中年以后专修静业，改名莲居，又号义翁。20世纪杰出的佛教学者和净中行人，是继刘宜民、杨无为、王龙书、袁宏道、周安世、彭继清等大德之后，又以净中在家大德。夏老居士曾应广济寺方丈宪明老和尚之请，宣讲净土法门。宪明老和尚与京中各寺之方丈均搭衣列坐，为影响众。当代尊述地贤长老、慧明长老、醒元诸大长老对其均甚推崇。红白教大德贡嘎佛佛曰：此间堪任无上密法金刚阿舍离位者，为下公一人而已。宗门奇术虚云老法师赞其曰：不亦为北方能会悟如是之大善之事。如此众多诸山长老对莲公之赞叹与推崇，令吾等对莲公汇集之宝典信心倍增。1938年底，下莲居老居士与安亲呼图客图、内政部总长王吉堂、宪明法师等共同发起佛教同愿会，希望能联合佛教不同宗派，同心同愿，祈祷消业，感召天和，消弭战争。1939年，由下莲居老居士首倡，与广济寺退居宪明法师、晋云鹏居士共同创建净中学会，并定于大势至菩萨圣诞为成立纪念日。学会所订立的修学准则为：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功成、业净、妄消、真显、持戒、念佛、看经论、查过去习、无自欺。下莲居老居士希望以此方式弘扬净土法门，以信愿持名入弥陀愿海。净宗学会成立初期，分别在广济寺、贤良寺、拈花寺、极乐庵、慈德小学、扁担藏等地点，每年起建佛期道场数次，并礼请大德讲经说法。在忏公与念老对话记录，忏云老法师称黄念祖老居士为老长辈，早年曾在北京广化寺、极乐庵各寺院听下莲居老居士讲演。黄念祖老居士提到，当年每星期六恭请下老居士来家里讲经。玉行法师尚未出家时，他每次都来听课，也参加下老居士亲自主持的佛期。在打气的道场里头，
痛哭流涕忏悔，大忏悔，放声大哭，在里头还感受的很殊胜的瑞相。他虽然打七，连着三周，他是阎锡山的代表，中间有事情找他出去，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念佛道场通通是舍利。进到佛堂看，看拜殿上也满是舍利，就告诉大家，大家也都看见了，大家把舍利请到盘子里头，整个正好一盘，这就是道场圆满时的情况。金光明经舍身品云，舍利由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阎公亲自带领的佛妻如此殊胜庄严，佛堂里都是舍利，盛况空前，由以上种种显现出夏老居士绝非普通人，必定是再来人。师公曾说过，夏老居士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由此学生内心认定阎公是佛菩萨示现，专为汇集无量寿经而来，宝典放光。夏莲居老居士自1932年发愿汇集大经，历15年稿经十亿。梅光熙老居士与慧明老法师曾参与汇集，黄念祖居士为祝母梅太夫人60寿辰，敬承母命，发心重印千部，就赴梅光熙居士为作藏序，备成汇集缘起与始末经过。岳父萧龙友老先生作跋，莲公值此圣缘，从家修订，将出本37章增为48章，又于本经印成后决定补入唯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四句，列于刊物表中，而成最后定本。1948年黄庐初居士绿行法师到台湾，随身带有大经汇集本、阿弥陀经汇集本、静修捷要等莲公著作各数十部之多，并应邀于台湾佛教月刊发表见告全台同胞来台观光的意义译文，向台湾佛教界介绍北平净宗学会的宗旨、大纲、修学准则及学会领导人莲公的简要修学经历与著述等情况，为净宗学会首次传播海外之机缘。黄庐初居士写给莲公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在台考察情况，并言截至今天大经已送出30余部，事后辗转劝谕，大经在台定可大放光明。黄庐初居士于次年依慈航法师肉身菩萨剃度出家，即是绿行法师。绿行法师在台湾亦宣讲大经，晚年在台中与佛教联社导师雪公太老师时有往还。1960年命弟子
广化法师接任慈善寺住持，自己退居静修，欲积往生资粮。他欲广化法师曰：“吾老矣，西归之日量不甚远。”六月初，他自知往生奇近，不问外缘，专心念佛。初七日，嘱咐后事立遗嘱。十一日，自行沐浴毕，披南传袈裟，穿新鞋袜，预备往生。徒众闻之，纷来叩安，并助念佛。下午五时许，有送修地藏殿木料者至，他命广化法师扶持一堵，修地藏殿是他未了的心愿。行进间遇广化法师曰：“我这一生太幸运了，晚年出家，有你们这些道友招呼我，为我念佛助往生，谢谢你们呐！我幸而出了家，若不出家，这时为妻儿子女啼哭纠缠，怎能一心念佛呢？不得一心，又怎能往生？”律行法师行至木料处，环视一遍，在课堂坐数分钟，独自回聊。为己曰：“请广化来。”广化法师趋至，见师有异状，问曰：“是否时候到了？”律行法师点头。广化法师乃鸣钟集众，曰：“大家念佛助师父往生。”师亦随众念佛，出锦而齐，见模糊不清，数分钟间在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74岁，僧那11年。三日后涂皮，或舍利数百粒，大者如豆，小者如米，多呈灰色，少数发光透亮，由此锐增，可为念佛生息之证。释公上人曾在讲演中说过，《无量寿经汇集本》是黄庐初老居士律行法师从大陆带到台湾，交给雪公太老师的。民国39年，雪公太老师在台中宣讲过一次，自此没讲过第二次，留下一本梅注，传给了师公上人。此后由于师公上人致力弘扬下，宝典大放光明，海内外同修同沾法益，如今宝典翻印不计其数。又得黄念祖老居士注解，引用193种经论，古来祖师大德的经论83种，祖师大德开示110种。黄念祖老居士是莲公唯一入室弟子。念老千文大师讲解《无量寿经》，直叹法要。60年代初，撰写《大经玄义提纲》一册，曾大师鉴合，得到充分肯定，并赞叹巨超师之见，嘱托弘扬大经，允其直书己见，讲解中可任意发挥。尽管如此，念老不肯稍懈，注解中引经据典，一字不苟。终因常年积劳成疾，延误医治，加之寝食减费，未法忘身，
于1992年3月27日即壬申年2月24日凌晨往生。临终前欲语不能之际，但洒然一笑，全无挂碍。念佛期中，家属与海内外弟子云集，种种祥瑞，稀有殊胜。念师最后以身心圣命供养大众，做了无言开示，振聋发聩。今众弟子从刻骨悲痛中猛然惊醒，各自获取真实利益，策立精进。1992年4月7日涂皮，遗骨洁白，或五色坚固子百余粒。广化寺观音殿往生堂奉有五色坚粒子各一粒，公众瞻仰，海内外弟子争先引请供奉。如今又有贤公和尚示现表法，贤公和尚行住坐卧一句佛号，92年不曾忘失，欲知实质，自在往生，为《无量寿经》作正传，净宗14祖非贤公莫属。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如今来佛古寺又出来佛三圣，令学生联想，是否为当年那三尊佛来示现的呢？以上高僧大德往生殊胜事迹，再在证明《无量寿经》真实不虚，依此经修行，肯定万修万人去。没关系，老居士，《无量寿经》序言。吾常为欲弘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欲弘净宗，必须先弘大经。今此本寄出，不但为净宗前途贺，且可谓世运前途信也。今幸因缘成熟，宝典放光，本经有云：执此经者，皆可得度。恭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之因缘。学生于初学佛时，将金刚经定为定课，读诵3年期间，有一同修介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明此经之殊胜。后因一位远房亲戚往生因缘，往生时状况不太好，家人并无为他做任何操荐法会，所以发心专为他恭诵5部无量寿经回向。不久听说他托梦给家人说道：有人为我做功德，我现在很好。听闻此消息，感到此经不可思议，从此转为恭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有此迹象，如果这部经不是真的，这位远房亲戚如何得到好处呢？对此
学生深信不疑。末后以无量寿经福慧史文第四十七经句与之共勉。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恶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杵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以上心得报告粗略，请师公上人师父及善知识慈悲指正。壮慈在台湾的人，对，悟道法师的弟子。壮慈的报告，对认识无量寿经这几本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可以帮助一些人对慧集本建立信心。我们学这个经典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台中的时候，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有他的眉珠，他的眉珠我完全能看懂。所以在当时我给老师讲，我想讲这部经，老师告诉我时节因缘未到，要我耐心再等几年。那么到现在才知道，对这部经典提出的疑问产生的障碍，在中国佛教史上史无前例。批评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从来没有过，但是经得起考验，我们的信心没有退失，没有换别的本子。为什么？修学这部经典，确实我们看到往生的瑞相。这有实际的证明。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